嗯，下面要给大家来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混淆矩阵的一个东西。呃，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混淆矩阵啊，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吧？这个混淆矩阵啊，它首先是由这样啊、呃，它是由像是一个坐标系组成的，有一个 x 轴，还有这样一个 y 轴。在 x 轴里边啊，它有这样零和一，然后呢，y 轴啊，它也是有零和一。x 轴呢，我们看啊，它表达的含义啊，就是这样一个预测的值。我们看。 x 轴是一个 p r o d i c t 值，它是一个预测值。这个 y 轴呢，y 轴啊，它是一个真实的值，就是一个 true label。我们啊就可以去通过对比一下这个啊预测值和它和它的一个触值之间的一个差异，然后呢来去看一下当前啊或者说计算出来咱们当前模型的一些衡量的一些指标值吧。我们先来看啊、哦，咱们之前是不是啊有一个公式，我给大家找一下，就是咱们说 recall 的时候。 这不是有一个 recall 值等于什么？等于 true positive 比上什么？比上一个 true positive 再加上一个 false negative 吧。好，咱们来先来在这个混淆矩阵里边找一下，谁是一个 true positive、啊。 positive，就是说，咱们把正例预测成了正例，咱们目标是找出来一，所以说一是一个正例。那么哪些是正例预测成了正例呢？正例预测成正例啊，显然说你预测的一个 label 必然是一的，然后呢，它的一个 true label 也必然是一的吧？也就是说，对应于咱们 x 轴它是等于一的，对应于 y 轴它也是等于一的，也就是这个一百三十七这个值，它就是一个 TP positive。 那么有还有一个 false negative 吧？false negative 是什么？false negative 不就是这个十吗？啊、呃，看一下这个公式啊，再往上翻回去。 有这样啊一个 TP，再加上一个 FN，False Negative 很简单吧，就是这样一个十。那么 Recall 值等于什么？就等于这样一个一百三十七，再除上一个一百三十七加上十吧，就可以得出来最终的一个 Recall 值了。最终 Recall 值大概等于百分之九十多吧。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叫做混淆矩阵啊，混淆矩阵里边是有一个预测值和一个。 真实值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指标呢，去呃衡量一下咱们当前的一个 recall 是等于多少的。那咱之前是不是还说过一个东西啊，叫做一个精度啊？我们也可以去衡量它的一个精度啊，是等于多少的？精度怎么算？精度是不是说，嗯，真实是零，然后预测也是零，这一百二十九，然后真实是一，预测也是一，这个一百三十七啊？ 我们用这个一百二十九，再加上这样一个一百三十七，再除上一个这四个格，一个总数值就等于这样一个精度值吧。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混淆矩阵当中啊，其实咱们是可以算出来一些指标的，比如说咱们今天想用的这个 recall 值，或者说是更常用的这个精度值啊，咱们是都可以通过这个表格、这个混淆矩阵给它算出来的。 嗯，这是就是啊，这个混淆矩阵。但是呢，这个混淆矩阵是在什么样条件下去算的？它是在啊，就是说对应于咱们的一个下采样数据集。我们看，咱们现在的一个样本数量是比较小的吧，只在咱们有大概是二百多个样本吧，只在二百多个样本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测试，还没有在一个大规模上进行一个测试吧。所以说啊，咱们现在得出来的是一个咱们在下采样数据集上进行的一个测试的操作。但是呢，刚才给大家说了。 一点就是说，其实啊，一个啊、呃，最终的衡量标准是要在原始的一个测试集上吧。所以说呢，咱们现在不能光在这样一个下采样数据集上进行一个测试，我们还要在原始的一个数据集上。比如说，咱们再往下看，原始的数据集上大概是有八万多条数据吧。我们还要在原始的数据集上再进行一个测试的操作。那么这个它就是在原始的一个数据集上进行的这样一个测试的操作。 呃，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吧。在这里，其实呢，我们可以先算它的一个 r e c a l 值，就是一百三十五除上一个十二，再加上一个一百三十五，用这样一个 T P 比上一个 T P，再加上这个 F N 吧，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 r e c a l 值。r e c a l 值啊，大概是等于百分之九十一的，还是很高的。 但是啊，大家现在要来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了。咱们现在虽然说 r e c o 值很高，它有没有什么一个问题呢？咱们来看，首先啊，就是这个对角线上的这个七六七幺五和这一百三十五，它俩都是没问题的吧？它俩都是一个预测对了的。然后这块十二啊，十二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右上角有一个八千五百八十一，这个八五八幺是什么意思啊？八五八幺表达的含义啊，就稍微的，嗯、呃，稍微的。 给大家解释一下吧，这个八五八幺表达意思啊，就是说，嗯，咱们它本身它是一个正常的，本身它是一个零吧，我们看 Y 轴它是一个零，然后呢，这个 X 轴啊是咱们预测的，预测成什么呢？预测成一了吧？预测成一的意思呢，就是说，嗯，我现在要能够使。 现在有这么八千五百八十一个样本，本来它是没有任何异常发生的。然后呢，我给它误抓出来了。我给它误抓出来，意思就是说，相当于我有一个误杀的操作吧。我为了检测到这一百三十五个异常的样本，我把额外的八千多个样本都给它抓出来了，也说它们是异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显然是不会影响咱们的一个 recall 值吧？因为咱们的一个 recall 值计算，跟这八跟这个格子，就是这八千五百八十一 没有关系吧？它无论是得八千多，还是得八万多，或者得八亿多，我们都不用这个值进行计算吧，只用下面这两个格子的值。但是呢，它会使得咱们的一个精度偏低吧？还有呢，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说，它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它给咱们工作量又增大了吧？咱们现在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说，我想找出来这些带有欺诈行为的样本，找出来这一百三十五个？ 但是呢，我的一个附带效果是不是说找出来八千多个是无辜的，然后给误杀了？ 那么咱们想，在一个实际的情况下，我是不是说我找出来了这些样本之后，我要进行一个实际的分析，然后好确保一下它确实异常的，然后赶紧去通知这个客户啊？但是啊，咱们来想一下，现在误杀出来了八千多个，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不能每一个样本都进行一个筛人工筛选，然后再为了一个保险措施都通知客户，然后来个虚惊一场吧？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下采样，属于对于这个下采样，咱们建立的模型啊。 潜在的问题啊，就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recall 值虽然能够达到咱们一个还符合标准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误杀有点太多太多了，误杀呀、啊、是咱们的一个啊、呃，误杀已经是。 超过了咱们的一个容忍范围，那么一会儿呢，咱们就要来想一想，我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下采样好像来说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过采样会不会使得咱们的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呢？咱们一会儿啊，再一步一步去看。呃，那么现在啊，咱们要给大家再去看这样一个事儿，就是说。 嗯，咱们现在啊，咱们刚才是不是说用下采样数据集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然后得出来了一些 recall 的结果值啊？那现在假设说我什么都不做呢？ 比如说，就是这样一个数据集，就是这样一些样本。我对这个零和对这个一，我什么都不做，我直接拿出来进行一个模型的建立，它的效果到底会有多差呢？或者说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不用过采样，也不用下采样，直接把这个数据集拿来，咱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我们来找那个混淆矩阵。 嗯啊、嗯，这块不是混淆矩阵，这块是一个预测结果。就是说，下面给大家看的就是说，嗯，对于这个模型，如果说我什么都不做，我直接拿原始的一个数据集拿来了，再进行这样交叉验证，在不同的参数下，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在这个 c 啊等于零点一的时候，一个均值等于多少？等于零点五五吧，这个值还是偏低一些的。 然后呢，在等于零点一的时候，哎，零点五九偏低。然后呢，后面零点六一偏低，偏低啊，都是偏低的。也就是说啊，对于这样一个样本不均衡的数据来说啊，如果说你拿到手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就让这个零这么多，就让这个一这么少，那么最终的一个模型效果怎么样？肯定它的效果是不如咱们刚才做下采样数据集那个效果的吧？从咱们当前的一个 recall 值也可以看出来，之前的 recall 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多，现在呢只有百分之六十。所以说。 现在效果啊是不好的啊，咱们需要要对这种样本不取，样本啊不平衡的数据，先进行这样一个处理的操作。